就是在说我是先知这样子。一开始当然是知道他们就是带一点嘲讽嘛，那久了也习惯了啦。就是因为事实上我也有做一些贡献，比方说真的有一阵子就是大家很关注下雨之后，哎靠，真的有地震哎。然后再来是我就不会三文这样子，因为三文就是有很多种解读，就是你心虚啊。如果我只是摆在上面，未来你们也许还要回来用这一篇这样子。得失心，年轻的时候得失心很重，团体里面总是会有被比较，然后也会有高高低低，你也会感受到很多的大小眼啦，很愤愤不平，会觉得你不给我机会，我怎么表现给你看？我为什么不愿意给我这个男主角，不愿意给我这个剧本？我也可以啊，这样子，就是都是怪别人。我那时候是真的是天天喝酒。麻将桌那个麻将从来没有收过，我就是需要被陪伴这样。然后这个东西大概持续快一年吧，我觉得我在干嘛？我就突然想到了有一个人曾经对我说，好像一个卡通还是什么的，他说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往前走的时候，就要回到原点。所以我回到原点，我喜欢唱歌，但是唱歌你有唱得很好吗？我就这样问自己。那唱得不好，你为什么不去学你要在这边喝酒的？一边笑得疯了，一边哭得累了。那时候又年纪又小，又刚进的圈子，所以不管拍戏啊，不管出什么唱片啊，接什么商演，其实都是开心的。我不开心的是，它呈现出来的结果不是我理想中的结果。比方说，我们团体唱歌的时候，就是真的没有那么好，跳舞的人没那么好，那我就很急啊，因为我觉得我很害怕在我很容易学东西的这个年纪，我没有自己去面对所有的事情，我会一无所知，我会一直依存在其他哥哥的这个力量之下，我可能会不知道舞台到底有多大，就开始了自己花钱找老师，大胆的去问我应该怎么唱，或者请他们推荐好的老师给我。最后你还是得努力在自己身上啊，与其抱怨所有外面的这一切环境的不好，还不如把自己做好。8年前に台北で会って1日だけ過ごした人です。台湾我就是经历过很好的时代，到急速往下冷冻时代，我会觉得很可惜啊，就是明明有很好的思想者，也有不错的执行者，却缺少有勇气的投资者。更多的是我觉得这个环境对于基层的工作人员的不重视也让我非常恼火，他甚至会拿不同的戏的收视率高点的内容来要求我们的正在播的戏必须要有这样的桥段，整个变成另外一个人设啊，整个变成另外一个故事。刚刚你说我是不是自己为文化工作者，我觉得是。那对我来说表演就不是这样，这个只是一个很敷衍的事情。虽然观众看得很开心，但是我会觉得好对不起你们，因为滋养我的，我喜欢看的剧，喜欢看的电影，它都是带着意义的，思考每个镜头的角度，思考人物当中怎么对话的。所以那一阵子我才会不断的抨击养育我的台湾，因为爱之深者之切，讲得自己很伟大，但没有，但是我的心态是这样啦。原本很好的关系会因此而打破吗？很可能这个平台就再也不希望你来了。后悔吗？不会，完全不会。我觉得台剧有被唤醒，然后有一些人敢挑战敏感的话题议题，我觉得这是太棒的事情。我拒绝被绑架的思想，我太关心了，过度关心。所以我经纪人跟我说，你干嘛每天都看这些新闻啦、政论节目啦，你不会很烦吗？我说你不能不知道天下事，因为我是偶像艺人，我很需要贴地，不然我会浮浮的，好像有光环啦、有光芒啊、有偶包啦。其实你去看欧美的艺人，大部分都还是会对该说的事情去说话，对我来说那才是公众人物应该发挥他魅力的地方。你说不碰政治，你不去了解，那你怎么知道
掌管这个影视产业的决策者，他们未来的动向是什么？他们希望资助这个产业到什么程度？你有没有看到希望？这都很重要啊。其实你说影响不到吗？其实方方面面都是牵扯得到的。因为如果光是享受名利，你就只是在拿取而已，你要怎么回馈？就在一次生日的时候，带他们去净滩完之后，他们有些人变成常态性的去净滩，然后会很骄傲的来跟我说：“哎，我们今天去净滩这样子。”我就觉得，讲起来影视跟音乐作品最终还是回归到自己身上啊。那你到底为了这个人群留下什么红利？对这地球留下什么红利，是我比较在乎的。我现在的心态是，下一秒如果什么都没有也没关系的人，这个工作或是这些粉丝，他本来就不是属于我一个人，或是专为我一个人活着的。我已经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它迟早会到来。对，应该是这一份的轻松吧。因为我长期是在一个很紧绷的状态下，我不管做什么，我都是很紧张的去学，紧张的去唱，紧张的去演，效果都很差。比较希望自己在这个舒服的、自然的、坦然的状态，这样子。我觉得人是在越自然、越诚实面对自己的状态下，才会发光的一个物种啦。嗯。我有很常情绪一来想发文，就是忍不住，大拇指不是自己的。嗯，我经历的事件也很多次了。第一次遇到应该就是地震的事情吧。第一次上片各大政论节目、啊，其实蛮帅的耶，有谁可以这样啊？不要在那边摇头，给我点安慰。那时候会觉得哇，完了，世界崩塌了，然后会不会一辈子都要戴面具出门？最近的冲动你们也知道是哪件事了。对，打完之后就出事了。他当下看到说，你以为大家看不懂英文吗？我说 I don't care。但后来我有检讨了，我觉得应该少看一点。你很适合来天下杂志小。有缺吗？